那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不是一上来就是要唱歌？我迷李小龙。哦，我迷武术。我其实我迷成龙。啊，迷迷后来变成朋友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后来当当当了。您迷那个李小龙？李小龙，哎，我们那个年代谁不迷李小龙啊？那倒也是。那个哇，哎呦，姿势好标准呐、啊！双截棍。我看着家那个拖把，我明知道我把那个拖把把它锯掉，变成。去弄条铁链进去变双截棍，一定会被妈妈打。可是我觉得他只会打我一次，可是我起码十年里面有一把双截棍自己做。所以后来找一天星期天妈妈不在家就把它锯掉。真的真的，结果妈妈说，哎，这个双截棍打你更顺手啊。对，就用这个加法吧。结果妈妈练成了双截棍高手。周华健你跟我站好，走。华健哥拿了个半截拖把在拖。我们通过一个 VCR 来看一下，他小的时候到底有多么迷恋武术。当周华健还是一位小小少年时，他是一个好动的小孩。世界那么大，他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，仿佛拥有拯救银河系的超能力。当他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李小龙的身影时，他瞬间就迷上了这位出神入化、武艺超群的男子。我的偶像，我要成为李小龙第二。我长得真像李小龙，越看越像。家境困难的小周华健，为了成为李小龙一样的大英雄，他决定制作一根属于自己的双截棍。四牛哥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叫我四牛哥，叫我李小龙。历经五十年的武侠梦一直留存于华健大哥心中，今天他能否得偿所愿？华健大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华健哥说真的好像他小时候啊，他那个功课做功课那个桌子，因为我还跟我妹妹在一起的。哦，真的真的很像、哦、妹妹叫你就叫四牛哥，他叫四哥。四哥远景重现，但是觉得你在他心目中很牛。对，没有四牛哥，没有，我们家都是大牛、二牛、三牛、四牛，我排第四、刚好没有。我有一次是这样子，做功课做、我妈妈后面端一碗面出来，我做功课那个笔一丢，那碗面上面，哇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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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呢？这次真的火了，我妈妈真的火了，整碗面，哎，我手还拎着面条，我真的准成那样子，出去，在阳台那边站着，我一去站着，有一个十几年没来的朋友来敲门。你门一打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！进来说，华健，赶快厨房吃个面。啊！妈妈很爱面，救命真好、啊，救命恩人，解围。您喜欢李小龙，是因为李小龙身上什么样的特质？他的型好看吗？对，他的速度，而且他的理论就是说，人要像水一样。哎，对 ，be the water， 所以他打架的时候都会说 water。对，哎。